我们每个人就一点隔板怎么样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老板。嗯。我们今天给你，你先去完饭了，然后我们给你一个惊喜。惊喜啊！嗯。吃饭也拍啊？嗯。今天没什么菜，不要拍了。我没拍菜。哦。拍，等会儿给你一个惊喜，就现在就拍一下。哦，好的好的，那等下给什么惊喜啊？惊喜现在说就没也没有什么惊喜了。好好好，是吧 ？OK OK OK。给他们看一下吧，爷，我们今天吃什么菜？鸡蛋炒辣椒、白菜，还炖了一个鸡。他们说等一下给我惊喜，我好期待啊！先吃饭吧。好。我们刚刚也商量好了，就是老板平常也奖励我们多嘛，所以，也快过年了，老板也在这里也一个人，所以我们决定每个人抽一点钱，然后买一点礼物给老板。OK， 来，你们 ，Hello， 你们来。啊？我们每个人拿点钱。跟我也有关系吗？跟浪。这是蓝蓝的，阿蓝的。还有这些是云云的。谢谢两个小妹妹。哦，小心心，云云的喂。是啊 ，sorry。惨吧。那还有云云呢？这是我的。嗯。云呢？云木木在吗？你神经啊！如果等会儿去买，还 OK。高家云最好的，云是最多的，谢谢云云。行，那我现在去买什么呢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哎，爸，你的呀。干什么了？我们有点事情，等一会儿跟你说。嗯，你走开的。啊，我走开，我走开。我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你知道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在聊天聊会儿。太过分了。太多了。那就买了吧。要不我们带老板去买衣服。我看老板那个外套穿十几次了，每个视频我们穿200几，比较不高。我们都穿不一样的衣服，但是老板还穿。算了，还是去给老板买点衣服，过年他穿吧。然后现在我叫老板过来。老板你笑什么？干嘛、嗯、就是老板嘛。嗯，就是老板嘛。我们四个人想，我们已经好了，然后我们想给你买新衣服过年。买件衣服过年，我刚刚听到了，我刚刚都感动一会儿，不过现在没有什么感动了，说实话。刚刚我、你们在说的时候，我有一点点感动。你们这段时间，哭了没？不哭，现在好了。哭什么哭？哭感动。我又买了，说实话，我有很多衣服穿。那很多了，你天天穿一个。你们不用害羞，不用不好意思。不是不好意思。随便你们吧，我现在也不知道说什么。随便，那你要不要？不要就算了呢。要不要？随便你。OK， 那不要，那拜拜。我们得去明天拉票了。你呢？现在去。OK。OK， 去吧。那边准备这么多钱，不用这么多吧？我们的计划就这样。就这样是吧？
好。OK。那好。那我们出发。出发。去别的美。好吧，好吧。老板，要不我们去借一下看看你。看看啊。好的。走。给你们看一下越南的男装店。他们帮我买衣服。你帮我选吧。这些店感觉有点老啊。有点老个的。啊？太年轻了，你上不了哎。太年轻，我上不了啊！乱说。我还没老嘞，戴口罩。这个红红的，红红的不适合我吧？红色过年。买红色过年？过年啊，过年。太红了，这个太红了。这家的店的衣服我真的看不上，不知道粉丝们看不看得上。我说这家店的衣服太老了，去其他地方吧。我看不上，这店的衣服太年轻了，我们你老老了。你问粉丝嘛，肯定说老，太老了，真的。好，去其他地方看一下。云云的车都比我好，我这个是二手的摩托车。他们又带我来到这家店，看起来稍微时尚一点。帮我选吧，你们两个眼光好一点。都可以，随便。你们这家店感觉还是挺时尚的。这家，你们两个去选吧，帮我选吧。我对。他给我推荐这一件是吧？觉得怎么样 ？OK， 试一下吧。我站博美根。你试试，试一下。好，试一下。好的。老板嘞、啊，我们可以进去吗？可以进去。来，来、啊、来。好了、哦。怎么样？好。哎，你看呢？什么？哎，在这里有镜头。怎么样？帅吗？还可以。可以啊。行。还老。还不太合适，没事了。这个不怎么好看，反正。嗯。这个给我拿了一件过来是吧？嗯。看一下，买件外套吧。你选贵一点。不要选那么贵。我们有钱啊。有钱，不用买完了，我买件便宜的就好了，意思一下。嗯。是啊，试一下。确定。不想看就衣服就好了。看衣服就好了，不看裤子了。这件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好。可以。可以，那就这件吧。多少钱？啊？可以吗？就这件吧。可以。可以，就是一千吧。对。还有，你选，你再选吗？我们还有钱。不用选了，就这件够了。你们有多少钱？只有一个，我们很多钱。不用了。我们四个人有100多万。有这么多钱？那就买一件嘛，其他的钱等下分掉嘛，你们退回去嘛，用那么多干什么？全都给老板。不用，一件买完。不买完，买一件就好了。这件贵一点吧。贵一点啊。啊。给那一个耳机。
nghìn cái nào? Cái này sale 50%, còn 325.000. Ờ, hay便宜一点哈。但这件我感觉好一点，舒服一点，软软的。我的姐，马赛包很少会在。就这件吧，但这个有点小。可以切了。买了会白点，会白哦。是不是小一点？他帮你拿。拿就拿。看一下。老板选哪一个了？选这个吧，随便吧。圆圆说是要选这个，我就选这个吧。圆圆说的。哦。啊，就这个吧。嗯，这个吧。啊，就这个 OK。OK。太感冒了。OK。只买一件就可以了，买一件就可以了。老板太节省了。给我们节省。想啊，是。不用了，就这个可以了。再见。哦，好的。那现在我们结账。他们说你。脱的，脱开脱的啊！我都舍不得脱了，太漂亮了。脱他们才能结账。OK OK， 那脱吧。那我的衣服呢？这边。我不知道，在这个。好，买好了。啊。我们现在回家。啊。现在语音来结账。语音代替我们结账。语音，给钱呢？买吧。啊。那个不看到的。哎，要不要点呢？哎，他看起来帅。40万是吧？嗯，买这个。买这个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你是买这个吗？买这个。这个不买喽。因为神经肉。现在买好了，我们回家。喝什么？随便喝，柠檬。我说你以后不要这样了，老板。怎么样？人家就不喜欢喝奶茶，渐渐逼我们喝。我什么时候逼你们喝奶茶了？自己想喝跑不来。什么？快了。不行吗？柠檬啊。柠檬对。柠檬、啊。他自己想喝，是我逼他来喝，神经。我们到家了。来，你请你们喝奶茶，你给我买衣服。嗯，勉强喝呀。嗯。也喝的，给他们分的。谢谢老板。谢谢你们啊，给我买衣服。给你买衣服，你还给我们喝奶茶。嗯。哪天没请你们去喝奶茶，还是我逼你喝刚刚，你神经是吧？叫啥？好喝吗？奶给你。嗯，谢谢。还有这个我们。哦，你们的钱是吧？哦、这个不用给我啊。还有多少？还有很多。哦，还有，哦，你们又拿了50万是吧？哦，那我买40万。那这样吧，就要圆圆一个人出来，你他们的退回去。我你先。哦。不行。我们每个人就一点，给老板怎么样？哦，那这。那这样吧，明明给20万，你给10万，他们两个一个给5万，刚好40万这个衣服，可以吗？那我不跟老板不可能要你的钱吧？我当老板 OK。嗯，他20万嘛。我的钱有关的，我帮助他了。可以吧？这样可以啊。嗯，下次再说吧，好吧？就这样吧。可以吗？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谢谢我干嘛？没事，谢谢。不是为你们，这个不可能，老板还不可能收你的钱呀，就买一件就好了嘛，是吧？老板有衣服了，很多了。来，每天你们穿给来呀。每天穿。等他们两个回来了，给他们啊，他们去送快递了，是吧？好。好，那就这样。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了。拜拜。拜拜。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。谢谢你们，感谢你们哦，还值得感恩老板。谢谢你们，大家记得强烈推荐哦，拜拜。